展望，是我觉得最漂亮的哎。裸露，然后高度比较垂直。我着实有点害怕。老公，有我在。老公不要怕，你可以的。今天我们要来爬品田之友。对，然后这个山呢，因为它有个 B 段崖，就是让我其实这一趟山虽然只有两天一夜，可是我其实内心的负担蛮大，有点大。对，因为我在家里做功课的时候，那个 V 是这样降 V 哦。其实我个人觉得那算是我们爬山以来我最害怕的一个路段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到达品田前锋了，后面就是品田山了，真的很恐怖哎。而且这个真的，老实讲，它垂直大概最少85度左右哦。对，它有些地方已经是90度了，好恐怖。然后底下又是整个是，哦，这个真的很恐怖。对，我觉得有点犹豫，就说我是一个爬高的人，你平常叫我走在一般的高山上，我 OK。可是我现在看到这样子的景象，我着实有点害怕。老公，有我在。老公不要怕，你可以的。因为我看它不是这样子啊，它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。老公加油，可以的。可以可以，帅帅帅。千万不要看你后面！哎、欸，你知道他刚刚说什么吗？什么？我心率现在170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有紧张？他会有那个心率过高提醒。对，过高他提醒我，他说我心率170。我吓死了！这跟我上次要去高空弹跳的时候一样恐怖。好漂亮哦！我们到了吗？啊！我老公来了吗？加油！其实，刚刚在那边，我其实真的想放弃。然后可是，我的妈呀，老婆，品田算不算是我现在爬山以来是我觉得最漂亮的哎？其实不只是品田，真的让我们有美到。我觉得昨天的池友山也非常美，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一趟旅程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之完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乃哥，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巴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